앉아요. 안녕. 刚刚给带大家看一下澳洲教堂的内部，然后来看这里拍一下这背景，带大家看一下教堂的内部。其实这里就是给人家举办婚礼，还有一些虔诚的，就是信众，然后来这里做一些虔诚的忏悔啊，或是心里有一些话啊，或是想抒发，来给就是耶稣基督。就例如说，我们家的大厨君伟在 casino 输了1000块，他就可以啊，哦，输完1000块就来我们这个教堂，然后跪在耶稣的面前，好好为了他刚刚输掉1000块忏悔，然后也可以在这里举行一生只有一次最美的结婚典礼，真的好美。然后刚刚还有看到一些来新郎新娘的家属来这里参观婚礼，真的是。如果我觉得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可以在这里结婚，真的是一件蛮梦幻的事情。所以还没有来过澳洲教堂的朋友们，真的值得买一张机票，随便找一间教堂来看看，再照一下整个大概，就跟大家说拜拜。就是教堂的外观。好啦，那想来的朋友们，赶快自己找一天来澳洲教堂吧，拜拜。